啊，今年凡是有参与啊，咱这里啊，三宝寺盂兰盆法会，够姓氏，善信大德，你们在农历的7月17日以前，啊，有空就上来拜拜拜佛，拜老祖，感恩老祖，感恩三宝佛。啊，来这里感恩你们的祖先，啊，感恩莲座上的列祖列宗，还有冤亲债主，啊，这个是必要的，才是真正的盂兰盆法会的真实意。啊，盂兰盆法会就是要我们忏悔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在座各位法师，啊，各位贤士同修。啊！你们每一个礼拜一个拜下去，你们就代表带着当下无量数参与超度的莲座上的众灵、诸灵一起忏悔啊！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以法会佛。以法会心，以法会主灵，啊，所以你们在每一个拜、每一个稽首顶礼的时候，你们就要想象的、观想的，你们后面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在跪下来，在顶礼黄山老祖，啊，顶礼诸佛菩萨，这样的话。你们的功德无量，啊，过去是参加超度法会的，不是来交钱而已。你们来交钱哦，我们维新圣教没有缺钱，啊，因为有的人习惯说你钱交来就好了，这是不对的，钱交来了，我们不是买卖，我们是要借着各位你们。各姓氏的参与超度的人，一起来主灵，来冤亲债主，来应领前面地基主，还有个人冤亲债主等等，他来忏悔，这样你们参与超度才有这个功德力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。在这个7月份大孝之道的月令，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认知，记住，构建，啊，十方善心大德，你们不是交钱来就好，一定要把心带到和身一起走到，那样的话，你们的功德，啊，才，啊，能够合一啊。啊，才能够有所感应。啊，在这里祝福各位。